我们现在又换回原厂的摇杆啦，那很明显的就是震动力道小很多很多，就感觉好像在搔痒你的手指头的感觉，那些路的波道啊，或是有一些轮胎的触感啊，这些都好像在搔痒你的手指头一样。好，我们现在又换回原厂的摇杆啦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开赛车游戏嘛，所以我们那轮胎的感觉跟那个换挡的那种震动，我感觉它的震动马达就像在搔痒你的手指头一样，根本就是微乎其微，就是一个对弱弱的震动马达。我现在用了 Power A 的那个，用过 Power A 的摇杆，然后再用原厂的摇杆，哇塞，这个震动马达根本就在搔痒你的手指头吧！我们那种换挡啊，还有我们路的打滑的感觉啊，或者是碰到赛道啊边缘的感觉，哇塞，完全都弱弱的，没什么感觉。然后我们再赶快换回我们的 Power A 感觉看看。